法拉利一贯的就是入门的车型都很喜欢用这种地名的命名方式，你比方说像什么加州啊，像 Portofino 啊， Portofino 就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小渔港的一个名字，然后包括罗马的这一台车，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像这种有一些年头的车企真的就是它随随便便找一些以前的车型的元素致敬一下，就感觉就可以给你造出一台车，就是这台车你整体看上去它的那个轮廓就很像250GT，然后你要觉得它灯的这种感觉的元素就很科技，很像Monza SP 的那一台车。车尾呢，这边分体式的尾灯，然后包括它排气的这种布局，其实挺像 F430 和 F360 的。再有就是这一块是它的尾翼，然后它也没有什么按钮，就根据你当时的这种车速，它会自动升起，通常来讲90就会起来了。但是它打开以后，就是你现在肉眼可见的这么大。就是它也不会像 Panamera 那样，就是起来以后，然后它还有个粘开，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看一眼它的后尾箱啊。它的后尾箱呢，我是觉得形状很有意思，因为它不是那种连着车窗这么一起打开的，然后它这儿还给你做了这么样的一个口，我就觉得它很像扇贝，有没有？里边现在放了两个箱子，如果说你真的想拉一些比较长的东西，你在这儿就有一个电动的按钮，一按它后排的座椅就自己放倒了。其实 GT 车型还是挺方便的，也不挑路，然后也可以拉点人拉点东西。我们现在进车里，里面你会不会觉得很像飞机的头等舱，就是主驾和副驾都是完全独立出来的两个岛。再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一块的屏幕，你看它其实挺大个的，而且它还向上撅起来一块，你就总感觉好像下车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取下来带走的一个样子，但是你又会觉得说，哎呀，在超跑上给我这么大的一个屏幕我还挺不适应的。再有就是这儿，它的这种呢挡杆的设计跟 SF90 是一样的，你知道它很像谁吗？它特别像是以前老款法拉利的手动挡的这种基座的一个结构。这一块呢也是选装，反正我觉得我坐进车里我很不适应的就是，哇，这台一个跑车法拉利，然后它给了我这么多的屏幕，我一进来都有一种电动车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这边它有很多的这种储物，这是 GT 车型比较需要的吧。然后这个方向盘也还是碳纤的，这边的这种换挡提醒也都有，但是它比 Portofino 多了一个 Race 的模式。而且其实它的数据方面来看，它还是那个 3.9T 的 V8， 然后它的数据是620 760 0% 加速是3秒4，其实它的数字比 Portofino 稍微的强了一点点，而且体重比那个车轻了100公斤。以前呢我们就总觉得像这种跑车嘛，你就跑起来有速度就完了，但这台车它还给你配了好多 L2 级别的这种驾驶辅助，你觉得是不是挺新鲜的？感觉现在法拉利200多万的车好像一下有几个选择，比方说像今天的这台啊，像 Portofino 啊，但是我们得到一个消息是说 Portofino 现在一线的城市已经不接订单了，因为不是国六的标准，如果说你要着急买的话，可能在这个阶段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小小的尴尬。不过那是一个敞篷版，这是一个 GT， 反正每个自己的需求还挺不同的，不过200多万我觉得还是可以努力一下的，你觉得是不是？